起唱看音歌音听玩音乐歌音乐音乐歌游音听听我不喜欢听他的音乐不喜喜听欢听他的音音乐他最喜欢听什么音乐乐音他我的孩子爱英语歌这是什么音乐乐这是神他最喜欢听什么音乐你们听汉语歌吗你们听汉语歌吗汉语你们听汉语歌吗你们听汉语吗歌吗音乐我不喜欢的听他的音乐我每天听歌。我每天听歌。我每天音乐听歌。
你听什么音乐？我的孩子爱英语歌。我的孩子爱英语歌。我的听我的孩子爱英语歌。我的孩子，我的孩子爱英语歌。孩子爱英语歌。这是歌，听音乐什么？歌你听什么音乐？你音乐什么？你听什么音乐？音乐歌听你听什么音乐？什么音乐？我每天听歌。这是什么？什么音乐？那诗那线斑斑欢书床起斑床听斑起床玩洗。你们在哪里上学？你们你学在里上你每天做饭
妈，我们的妈妈今天不上班。我们妈不上今他早饭他不吃他不吃早饭我的哥哥每天早上七点起床。我的哥每天早上七点起几点？医生。几点？上班。我们八点吃早饭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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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点，早饭。吃。上学，早饭，做。妈，起床。上班，上学。我们八点吃早饭吗？你每天做饭吗？你每天做饭吗？你每天做饭？天。我的妹妹十一点上学。我的妹妹，我的妹妹十一点上学。十一点上班，我的妹妹十一点上学，我的妹妹十一点上学，十一点，我的妹妹十一点上学。坐，起床，早饭，上学，上班，上学。他不吃早饭，他不吃早饭。我们爱做中国饭。我们爱做中国饭。做。我们爱做中国饭。做中国饭。我的爸爸六点半起床。我
起床。起床。六。点。你早上几点起床？你上学上班早上。你早上几点起床？坐。起床。你早上几点起床？几点起床。你早上几点起床？医生几点上班？医生几点上班？起上班。一起。一上。学生昨天十点上学。学。昨天点十。点上。十天十十点。昨天。起走起起。学生昨天十点上学。上学。